亚楠不发，我能反悔吗？不可能。直接马克西姆，美风飞舞。亚楠不发，我能反悔吗？这要干嘛？为什么其他的比这分还高呢？没有那种两三分的吗？应该是往上一条吧。现在排序方式都是中级、难度、难度、初级了。打个三分的，有没有二分的？我肯定是逆分。随便打个三分的行不行？哎，我这个听过。五分。两分就这手，我看就是这手，这手好不好？你要确认。两分我还打不过吗？你先找一下这几个按键的位置。他很强，你要挑战他，他认为是的王者。